就好了。关键都是败在你跟米菲啊！你西瓜嘞？对啊，水果嘞？他是西瓜嘞，他头西那边有瓜，啊。对啊，一水果嘞？变成这个样子，伊藤盖的，好小，然后哭哭啊。对，然后我有猜到，哭点，不能取笑他的，伊藤盖的，哦，伊藤盖的，对我猜的，禁止嘲笑他了，没有西瓜了，没有了，西瓜了，我输的，我输的。政府每年要举办我老妈好胖的比赛，你是否同意呢？来来，同意同意。好胖，我觉得太过分了。一拳盖的，不是不是不是我，我哈哈鸡盖的，我出的哈鸡盖的，不知道谁盖的，哈鸡盖的，哈鸡盖的，哈鸡盖的，然后秋风猜。是否同意最近四年禁止胖子肚脐外露？四年了，所以你觉得？哦，原来四年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你觉得 Moco 是胖子吗？四年吗？四年，最近四年。我突然有点害怕，怎么办？这个嘛，嗯，禁止肚脐外露，这个是我猜的。所以这是谁盖的？我。是猴子吗？肚脐，肚脐，你等下，你这个肚脐感觉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我肚脐我很努力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怪，我把它往上拉很多了。全校一帮谁？米菲，米菲，米菲啊！干我屁事！你的眼睛到底在看些什么啊？鬼啦！躺在你中间，莫名其妙。怎么又是这个脸呢？怎么又长这样啊？干嘛啦？歪一边的，歪一边的，肚脐歪一边的啦。肚脐歪一边，这样很奇怪啊。等一下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你这样不如这样子啦。不要为了进台好不好？还秃头，这可怜呢。好强哦！是荒唐。好好笑。是否同意巧克力有秃有吗？真的有秃头吗？哎，有啊，有秃头。一拳，全你猜这个，这样猜的啊！一拳，一拳，你这样猜的啊！你这样猜的，你这样猜的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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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一次我出的，我盖了吧。所以我们跟一拳撞题哦。对对对。哦。我怎么有我的头？我盖的，我当然这样盖啊，怎么样？可以接吗？非常快。哦，我天。这是我盖的。上面太多人了吧？赫然发现红色的方块还蛮多的、欸，超多，很多啊，红色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用成这样。这我猜的，这我猜的，我怕米菲又不知道十二月五号是什么，只好加了个备注。这什么？十二五巧？十二五巧？哦，因为这是巧哦。要不然你想什么？十二五巧，我还真的没看出来。所以你看不出来，然后你还可以这样猜，是不是？啊，十二五啊，然后跟后面都是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都可以这样猜嘛？啊，看不出来都猜。好笑吗？哎，都是什么？所以这是谁出的？杰克出的。这是我盖的。有情巧克力的存在，哦，这是友情巧克力哦。哦，那爱心画叉叉友情啊。爱心画叉叉哪是友情？爱心画叉叉也是不爱了。对啊。是不能送了。所以我是猜，哎呦，这是我猜的。拒绝别人告白，必须送对方巧克力，有没有？
什么东西啊？听不懂的吗？都被拒绝就巧克力。对啊，以前是被发好人卡，现在被发巧克力，有没有？就是被拒绝。哦、嗯，没办法，题目都奇怪。这是哈基盖的吗？我盖的，我盖的。有箱子。啊，箱子里面巧克力吧。告白。就是右边向左边告白，但他举叉叉，所以往左边要给巧克力，感觉就完、哦。你是否同意情人节禁止、欸、巧克力交换？禁止情人节巧克力交换？禁止了。您不要送了，别送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哦，这里有礼物，我有点害怕哎、欸。哇、哦哦、还有那个地狱针头哎、欸。你果然有传承，你果然是传承的人、哦。删除情人节。可是我没看到，哎呀，这是盒子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你是不知道它可以开、欸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原来是盒子、欸。这盒子不是很久了吗？这盒子，那戒符盒。戒符盒。对啊，戒符半盒。你到现在才不知道，我还挑了一个粉红色的，想说你一定会喜欢。那爱心你就猜情人节了，也太会猜了吧？这是谁出的？十点上学啊，是我盖的，这我出的。十点上学，十点上学，十点上学啊！哇，你看好厉害哦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杰克盖的还不错哎。走表面，十点上学，这我想超久哎。我盖了，好可爱哦！他自己完全猜中了、啊，一模一样哎、欸！你猜字一模一样，你看，这个死有什么电影院之类的？哇哇！这教官啊，这学生啊，九，看书包里面有书，有零用钱，有午餐，有零用钱，哦哟，有零用钱，零用钱、啊、这样子吧。带汤哎，他午餐不一样。哇，你学校的教官长这样啊？很像。这我盖的，这盖的跟我是差不多。是谁盖的？我盖的，我盖的。教官，好像哦。那个背包上学，就是一个背背包上学有没有？而且大家背包都是绿色的，好怀念哦。好可爱、哦。小背包。好笑。有有有，大家都有猜过、哎。有，十点上，十点上。都早上十点通过。哎，通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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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会早上十点才能上学吗？因为家家长要十点上班，要提早把你送到学校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通过这个之前，那个上班时间要先改十一点。上班时间再往后。往后延，往后延。好，对，要再公投一个。要公投了。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那个之前不是讨论很严重的是改时区吗？好像有知道吗？对啊，我本来想说你是否同意改时区？我觉得这点好像也不错，想不到会撞题耶！所以撞题的是谁？跟谁？该发文了啊！我跟一拳发文了，发文了！公投看这个要粉丝团用，我其实以为也不要用也没关系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刚前面好像不是这样讲的。刚刚好像你发起的、欸，怎样？没有没有。这种重点好像要在专业什么？很专都是讨论重要事情，这种事情不用发啦，扰民啊。哦哦。太扰民了，太扰民了！别！因为是两个人做题，我们七个人都要发文呢、欸。哦，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你少在那边，你只是自己想发吧，你自动自发，自动自发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这个是不是会有 bug？ 是有什么重置地图吗？对啊，不是，应该还有 bug。我在想上一次的这个有 bug 吗？有啊，上一次就有啊，没有换地图的没有，就是没有改地板的没有。没有改地板没有，那我就用没有改地板。好，因为我们有一次是玩另外一个，改的更凶的嘛。对，我记得那个就有 bug， 那个也是 bug。嗯，趁机会去个厕所。笑到该带你们去吃烤肉了。走啊，吃烤肉！吃烤肉！先把你们头给砍下来。十二月吃烤肉。对，那天礼拜三，我们可以揪个去吃烤肉之类的。
狗喷。反正隔天有活动啊，要不然我提早一天上去吃烤肉好了。对耶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周日要不要揪个？揪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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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得好累啊！真的，超酸的。回来呀！下一题的题目。嗯，想一下啊，下一题目吃烤肉的两个原因，吃烤肉的，哎呀，这应该这个吧？哎，对，这就上次的，那应该可以。嗯，这个饼好吃。嗯。哦、可以进去了，可以。要做游戏，什么题目啊？第一个就好累哦。第一个就好累，有笑到倒闭，笑到肚子又痛哦。我的脸超酸的，我是说我的脸颊。你可以不要只有肚子痛啊，你可以头痛、全身痛，诅咒你，诅咒，还是真的要盖什么都市传说了？都市传说，因为我记得好像好几之前好几届之前都有人说我要盖都市传说，要盖都市传说，结果都被否决掉了，是不是？都市传，可是我不是有盖过妖怪之类的？对啊，妖怪盖过啊，某方面也算是都市传说。嗯，又来又来，我头又喷出来了，喷出来了，就那个吸不回去的那个版本。嗯，他会坐在空中。你非想个题目吗？题目，嗯。确信盖过，只有哈基的头不合群。为什么我们的头在旁边飘？这一串是什么 bug？ 这一串是什么 bug？ 怎么还有妈妈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会用到。为什么会觉得呢？嗯，不知道，可能题目可能会有关吧。嗯，那就要出一些跟头颅没关的。用不到头颅的。一定啊，刚都会可以去吃烤肉。我刚才都没有用到哎、欸。我刚也没有。我刚差一点要用，可是那题后来还是歪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哎、欸，箱子应该不会被烧掉吧？不会不会，箱子不会，箱子不会。哦，啊，多两个东西。嗯，要不要用？哦，哦有。哦，圈圈跟叉叉好用。圈圈叉。想去的国家已经盖过了吗？对啊，我记得盖过了。那如果那个来让你来想麦块新的更新，你希望加入什么东西？嗯，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哎呦，结婚系统，对，希望王国可以结婚系统，轻功线上就送。哎、欸，那说过就不能讲哦。那个像什么红色斧头杀手这种都没有了、哦。嗯。你先讲掉是不是？